杯。天会光啊！一定是万光的啊！天会光也是未光，甲本卦断案绝无关系。本卦断案，人静物静拢齐全，绝对无误判之理。甲孙老相不服，连徛出来甲本卦理论。我不服。凭啥会不服？大人，就凭你过失不赞，我就不服。是嘛？天不配合，敢讲你有办法叫天光起来？无唔对，只要大人允准，将官印照小人印一下，小人保证一刻内天一定光。好，好，只要你有法度让天光起来，你就放心去做。本官绝对袂追究。多谢大人。来，官印。天有人愿，人有成事，包是日，有是月，天理循环自有定数。你贵为天，为何要暗日看天，扰乱国法？意思要四品官印在此，令你速速归日行愿，加持天命。归日行愿，加持天命。高飞哦，天还袂光哦。真正天光啊！这个阴阳，法律无人性，七岁囡仔判死刑，是安怎九更天未清？这个囡仔一定有冤情，只是一个七岁的囡仔屁，敢讲有法度做甲伤天害理，予清朝的法律要判伊死？九更天是为虾米？敢讲这是人无照天理，天无照家己，
咱来看新祖境的妈祖安怎回生起死。天上众星皆降吧，世上无水不调动，世间人目头永远是看悬无看低。杨天明虽然有一身组团的艺术，也毋过无店无名气，只敢会当在路边摆摊，替人开药治病，勉强来维持生。人伫咧讲医者白表心，也毋过草啊鸡嘛几多。一向骄傲的杨天明，做梦嘛想袂到，一味四分钱的药物，竟然抓来灭门杀身之下。什么代志？你看，阮有家的组团病院，专门伫咧医疑难杂症。你要来试看卖无？你乌白讲什么？我无白，你叫我看白，闪开！卖看卖看啦，歹啥？阿姨啊，刷刷去啦！啊，但安尼甲看起来，天嘛愈来愈暗嘛，今仔可能无生意通做啊。阿爹。打小小的，咱就好转。啊，这只金针我吃。那无人甲你生香点火，你啥物都碰出来。我唔知，我唔知啊啦。唔知，你别倒，你倒头栽。你安怎？你啥物？无论你走去站，就位大哥，伊不倒，不倒。我刀已经碰起来了！马祖，你紧走！你想啊！我跟你讲哦，看要出名啊事哦，不然你就会死！爹，到底发生什么大事啊？我跟你讲，等你小过来哈，阿爹来看麦。来，你的官火过旺，搁爱来两针。卖想出来，若无银针回去流入体内，大罗神仙嘛无多人救你。春水，你先吧，卖紧张，我不过是替伊定神，过一道命就好啊。对啦，夫人，你敢不是已经有心啦？那么就来给我看卖，可能对你有啥物帮助。对啦，大大啊！我看哦，你莫变啊管啦，危险啦！
你不如给阮头家哦，甲你震动看卖啦。呸！想要看啥？那不是给恁这死王落个冤枉，我有心好，我嘛袂行到这个地步啦。可冤枉我去偷鸡呀！我以后是要啷见人呢？那讲要让我这个巴肚现死哦，我不给你死死的啦！我死死的。唔通死啊！唔通死啊！死啊！无你把有只巴肚来个囡仔吼，摄像一下。你给我点去！啊，你是知影啥？可我去到这个碰到地面哦，规日趟天拢在登山做生理，啊，唔捌回来甲我看一下，是不是有在登山看生意，咱就知啊。我不能让我看一遍，这么老公我不懂这个囡仔是托给伢有的啦。你讲我这么是变哪了？我看起来死死，我不爱做人，我不爱做人了啦。啊！你莫讲话，你若不爱讲，我要来死哦。你这大刀呀！恁家内事莫一只乱啦。阮药房分店要今仔要搁开市的呢。你敢知阮头家什么人啊？伊就是鼎鼎大名的药房赵昆山啦。什么山拢同款啦？王龙啊，就是王龙啊。好，听你这句话，我一定要替你看，让你知影什么是真正药房。爸爸，爸爸，你证明啦！爸爸，你证明啦！哦，是，你小林证明哦。哦，对对对，我讲，啊，你好好啊吼，我们两个诊断一下。我不要诊断啦！你不要给我看，我偏偏就不会。哎呦，诊断呢吼。哦，无啥物代志啦。这掠查刀的吼是这个大肚查某的翁啦。啊，即马药房赵昆山咧替这个大肚查某诊脉啦。咩？点滴车班一脉相传，有女相，冇男相，一体分明是得男之相。啊，得男之相！哇，欸，你真正有心呢。阿虎，什么我也有心？你这耳朵好，我白冤枉我啦。你这是要找我啊？我老爷连你巴肚内囡仔查甫查某都甲你端出来，你搁讲冤枉你？我冇啦！我美丽不清，断病不明，讲什么药方，根本就是王老板嘛！伊的脉象表面上看起来是虚脉，也毋过绝对毋是虚脉。虚脉是真沉，阁有力，也毋过虚线。虚线是生浮后沉，沉俗内热，内热歹散。你相信我，恁某毋是有心。是有病，腹肚大，面色黄，只有白胎，应该是白糖。白肚糖，白肚糖，白糖。虽然伊的妹是心不休沉，也毋过我断定伊是双妹，是有心，毋是白糖。无咯，毋是有心，是白糖。你好，我问你，卡叔是白糖，你要如何用药？白糖是下毒，所以就以毒攻毒。安怎以毒攻毒？砒霜啊，用砒霜来讨白糖。砒霜啊，用砒霜，三岁囡仔嘛知影砒霜是非常毒。你咬封口，你口口声声讲人命关天，假使讲你断错，敢毋是害因一死两命？请听我讲。人家在讲，药医不施症，佛道有心人。我今仔有法度讲出药方，就法度医好伊的病。砒霜减一分袂当防毒，反倒当毒侵人体；加一分会致人性命。该用什么药？当时用几分？你有几成的把握？就算我敢若剩一成的机会，咱嘛是爱救。救人是无论分胜成的。你我安怎？我看你哦，根本就是唔捌医术，无医德，敢若想要趁钱尔。
臭小子，你讲我干啥趁钱，未晓救人？好，咱以三工为限，三工了后，假使你会当将这个妇人的巴肚削去，我愿意办桌请你向你回信的。三工了后，假使你未当治好伊的病，就请你自断金针，从此未当行医救世。好啦，惊输未起，唔敢赌。啥物我唔敢赌，赌就赌嘛。三天内，我若无医好伊的大肚子，我甘愿自断金针，永不行医。好，空嘴无凭，激将为凭。好。哦，有好会通看啦，刚刚变了变灾，对吧？变落啦，来啦。算你有胆，咱就以三天为限。三天了后，伊若搁活嘞，你就来拆我的招牌，若不就离开朱老城。哎，走啦，莫妨来阮做生理啦。哎，你这人哪安尼啊？讲话就好好讲就好啊，啥路就安尼塔。好啦，无欢喜哦，这是阮药房的地头呢。哎，恁伯伯送我你一只啦，走啦。啊，还有你哦，细你哦，你若要用鼻酸毒恁某，哼，死狗胎人爱背命啦。哎，各位乡亲，今仔日哦，是阮药房分店开市，全部义诊，免钱。免钱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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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免钱吼，义诊拢免钱。来来来来，我先来。你嚣白啥？林刚，我得开一间比这较大间啊。啊，春水啊，人伫咧讲啦。一夜夫妻百世恩呐，你某绝对不是有心，是有病。好啦，我相信你一届。查某，落来啊！嗯，你叫我落来，我就落来。啊，你哪个给我拍嘞？叫你落来，落来，你搁啰嗦。都别查某哩。好啊，你态度嘛小改变一下，咱某娶回来，咱就要好好甲惜，好好甲疼。态度小改变一下。水某，拜托个啦，落来啦。安尼嘛，才卡差不多了。落来就落来嘛。鬼混子，你这咋叫人呢？对了，大夫，啊，我某病，今麦要安那医？那恁某病啊，一切交我处理就好。来，这四分的皮生，爱会记得哦。做一摆食，做一摆食。啊，四分的皮生做一摆食会死未？诶、欸，啊！啊，会死你要给我某食？我的意思是讲，四分的皮生，伊的腹肚内痰会死，袂有代志。无代志就好，若出代志哦，我找你算账。孙春香，你放心啦，那阮店未开的药啊吼。绝对有效的啦，有效就好啦，莫，呀，等。顺行吼，顺行嘿。店面啊，四分的皮酸，吃落到底，真正无代志吼。袂啦，无代志啦，迄四分的皮酸拄啊好透痰，人无代志啦，安啦安啦。如果若要做一摆食咧？阿喜啊，阿爹甲你讲，迄一毒药透痰，干能一摆尔。一摆若头无死，第二摆死的都是人。哈、啊，哪呢？纯真心嘛，唔代死翘翘。天明啊，安尼袂用的啦，我紧来叫纯真兄转来。天啊，天啊，这心又过来跳。来来来来，小姐嘞，小姐，小姐。好啦，你别烦恼啦，我已经有交代纯水嫂啊。叫伊四分的皮生来做一摆食，袂有代志啦。是啊，阿娘啊，袂有代志啊，你唔通烦恼。哎呀，上好无代志。曹红爷，拜托的，你着爱保庇我，这包毒药食的吼，莫我死呢。安怎？唔敢食着？谁谁讲我唔敢食？着准讲食来死吼。林总嘛，咪要食你看，哼！安怎？安怎？
纯粹说啊，巴肚旧家庭，但嘛唔知是要生囝，也是规巴肚内的糖在吃。若讲偏生会用个做药啊吃，也叫你吃，你敢袂惊？为什么尤天明药啊就爱开偏生？敢讲这就是拼命贴的白虎汤？但会好袂好嘛，歹暗算。纯粹说啊，疼到是大肠过小肠。听到用要弄破便所门，人伫咧讲死啊，温也命呀，四分的皮生。竟然哦，纯粹说啊，洗清土客兄的冤枉。也毋过，神仙难救无命囝，杨天明的独家秘方，也是无法度救歹运的纯粹说。四文钱的皮生，变成了纯粹说啊，甲杨家的夺命单。老鬼妹，而且欠巴肚还阁多多欠着。这四分的皮生爱会记哦，做一摆食。四分牛爱做一摆食才会有效。阿姐，阿姐是要哪？阿母管啦，伊条好好来吃这个糕。安尼只声一定好势。哦，哈，哈，我头来只听，我巴头。阿咪啊，阿咪啊，你醒啦！阿咪啊，你在做位啊？太阳啊，太阳啊！阿咪啊，天子，你还相信我？我无偷鸡啊！什么时阵你要讲这要创啥？阿咪啊，阿咪啊！你啊，都是我的错，我让你当家啊，你这样吃屁生。妈，我是要妈，是爱，是。就是好心有好报，所以吼，生意才会越来越好。好心无报，呸！你这死样佬啊，敢冒命行啦！死行哦！哎，朋友，够用心，听我解释，我先检一下。验啊，做你验啊，验了你就知伊死人啊。交代皮生吃四分，伊就无可能会死啊！无可能，皮生是你开的，即马人死啊！你搁怎么辩解？春春啊，你莫激动啊！我看这是误会。即马人死啊，倒在这啊！你搁讲是误会？可恶，害人背命！我爱你的命！快走！哎，有你啦！啊！阿文，哎，你啊，讲安尼啦，阿文，阿文，死掉了。
我爱恁全家拢死！但是来讲你讲啦，阿香啦，我打袂走！你不要，不要打鬼啊！为着要伸冤，不甘愿来春水啊！扛着因某的尸体，过来到朱罗关的关爷。朱罗关爷代理捕头包明，看到这款情形，随时发动所有的夜夜捕快，连夜要来接纳杨天明归案。A 狗的第四件，有口难言的杨天明，只好带着伊的母子，连夜来逃离开朱罗关。明啊，你有要紧无？咱紧走。哎呦！阿姨啊，阿姨啊，你稳住无？我只是跋倒尔。哦哦，那无代志，咱紧来走。啊，无天来刮冰了就个台，咱紧来走。来来来。你用啥物行的？对。是。阿姨，你会听无？没，我袂听。哎呀，阿姨啊，咱的蜜罐冰吼，爱较啉来咧，你有法度走无？有，还一点点花啦，我当然会使走。乖。等咧，杨天明，走来等你开门。我想来跟你回去，我无罪咧，我想来跟你回去。有罪无罪，包大人决定出来，走来等我。对，朱罗关了，包丁生、包大人，要安怎？就留在原地，其他的人退出一里外。是，罗京。罪人犯体，朱罗县令反间七品官台包铁生。江上马祖娘娘成家，夜巡回府。水莲仙君不免多礼，千里眼顺风耳，中大万岁，欢迎落去，一一答礼。是。水莲叩谢马祖娘娘。恭迎三位将军。
红啊镇，拢有新港湖先哩，不如咱来比当个红啊镇内面，看当多过官兵无？阿叔讲，迄是传说尔呢，万不哩传说啊假，迄是变怎？啊，不过咱当家担心，不如试看卖了呀。是啊，阿爹，那只阿娘讲，先比起来。也不好啦，咱来试看卖啊，咱分开边，我爱阿喜啊，来家己，好。好，阿弟较细哩。我知。你穿个太注意啊！我穿成你个，较细滴嘞。你嘛赶快啊！虽然江上三位将军。像这样大胆，敢闯进三太子的巴肚来嘞！哇！啊，我惊死了！三太子，别做两笔啊！三太子在上，下官有礼。真是好嘞！我规个拢筋酸，拢袂疼，哎呦，真爽快！我来替我走啊！哪个回来？三太子，你不是哥回来，你是跋落来。我跋落来。歹势啦！啊，跋落煞叫甲弄弄歹。无紧，我先甲修理吼。嘿，我先甲你修理好。啊，修理这我专门的，你放心，马上就好。见过包大人，您来，来这给你。伊哪会伫内底嘞？你八姨哦，林大人，伊是。不过伊哪会伫大人桥内底嘞？上天有好生之德，伊的巴肚内已有怀胎，伊心又不禁乌里深多糊涂，恐惊影响着伊巴肚内囡仔投胎转世，所以妈祖娘娘才甲伊留落来。大人，那如果是妈祖，如果是仙道，小的那拢听拢无。你爸爸不要紧，大人我爸就好。包平王，你先去后边，把迄个人也留落来。是。三太子啊，随好啊啦，我收这传闻啊，你放心啊，马上就好啦。三太子，你免着急，免着急，我会用得等的。啊，不过有一个人不用得等。是啥个下摆不用等的？来来来，我带你来看嘛，来来来，就是伊。先生，你是我朱罗关的要犯，来哦，来，将三太子朱平华押回去官府大牢。是，小姐，小姐，三太子的囡仔心来弄歹包德兴的官局，包德兴就安尼牵古罗案，逼三太子向朱平华问出实情。啊，叫我变查某的，我唔着。
我要你做我杜罗关大罗的警察，三个月，都当作是你毁坏我官场的赔偿，听得无？我靠！太祖爷虽然是囡仔，也唔过骨啊百岁。即届去哦，包铁仙改年傲年过，讲叫伊着爱变做祖人去甲朱明月顶对。伊感觉做神即届上届岁，一包大人压人断音，力断用。伊看出遐朱明月有苦衷。伊想要案情有真相，会凹这个太祖爷啊，嘛是高不将。阿爹，外面哪会无声音？我出来看阿娘，伊今麦安怎？阿你较细腻了。这不是鬼，这是千里眼将军。还有一声啊！夫人，啊，你是？我姓林，我是这间庙的主持。主持？也是道化因果的高人。道化因果？恁对朱罗来啊？是啦。夫人。你拄则问我啥？我是毋是对朱罗来的？感觉这个所在毋是朱罗啊？这当然毋是朱罗，这是罗阿岗。啊，这要哪有可能？对朱罗来罗阿岗，上无嘛爱行咧两岗。啊，我来一暝就来到这个所在。食菜人也袂骗人啊！这间是罗阿岗唯一奉旨特建的新祖经。罗阿岗的新祖经。真正是新祖经。阿爹，你当新人仔的肚肚内，真正会再得过官兵吗？要唔过阿娘嘞，阿娘无去啊，阿娘是毋是有官兵了去啊？这位夫人，拜托嘞，是毋是会用还爸仔囝两个踮这庙里借大几间啊？你要借庙大，当然是无问题，只是。人在外，心在内，只惊你的心打不开方便之门，无耐心等你的结发妻儿一家团圆。免那会啦，既然已经是一家人啊，等唔等，拢嘛是一家伙啊。那安尼好，后壁的新房你就使住落来，暂时大家修清心，养善性。啊，修清心，养善性，我实在听无你的意思。听有听无无重要。只要你切记，贪利便利看，好运天定莫自贪，额头三尺有神明，切记切记。贪利便利看。夫人，夫人，夫人，阿爹。阿爹啊，咱莫关心他唔他嘛，咱紧想办法找阿娘。阿姨啊，恁阿娘一定爱找，还是讲，即摆外面的天色已经暗啊，阿爹又搁人地清疏，要不安尼，明仔载天光，阿爹随出来找好不好？哦。阿姨啊，啊，阿爹今仔无几工吼，我那忝啊，腰酸背痛，要不阿爹先入来小睇一下。啊，明仔天光，你着甲阿爹叫精神，好不好？好。我做娘娘，做
你的翁婿杨天明行医济世，伊是安怎下毒，予人死去的？你快快将尸招来！你若是胆敢有半点隐瞒，本官是绝对无轻着。大人啊，你一定是吼，纯粹说啊，无照阮天明讲的安尼，死阮的皮生做一摆家，所以才会毒死的啦。我白讲，皮生是做毒的物件，忌讳皇后。哪有可能讲一届食四分的人无代志，分开分六去食的人都会死嘞？分明是你强词夺理！大人，我唔敢，我唔敢，我唔敢强词夺理，真正的啦，真正是纯粹所爱食唔对，所以才会死。我天明唔是要甲害的啦，大人，你啊，药也是杨天明开的，用医无证，害人致死，是死罪难逃啊！本官。杨天明现在人在哪里？你说大人，我天明是无辜的，他不害死，他不害死纯粹一人。大人，这你一定要替我想吗？大人，这你一定要替我想吗？大人，大人，我是冤枉的。你要敢讲你冤枉，明明就是你害死我母亲。是谁不对，还是谁应该来担罪？本官自有定断。哎呀，在，甲朱明华押去大牢，等候庭审。是。啊，是。我无论安怎，伊就是唔肯讲出天明甲喜剧的下落。伫六月港的天明甲喜剧，根本就唔知影明月，即卖已经用家境伫朱罗关的这个家楼内面。伊每一日踮在六月港的街头，到处在找明月的形踪。也唔过，人讲好事不出门，歹事是传千里。厦门这部天明这通缉故事，真紧就传来到六月港的面。为着要闪避官兵的这追捕，心无分文的这天明甲喜玉，沿路来忍着饥饿，来看到罗阿刚有大故事要聘请大夫，虽然有一身的医术，嘛唔敢去应酬，在这款情形下，伊只有先做苦工，找到喜玉，慢慢来找找明月的下落。哎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阿妹，我来的哦。啊，我来呀、啊。楼下的有他嘞。没有，没有。他小蛋的啦，我没领钱嘞。领钱？你一天打无两大米，等到还要吃三四碗饭，你搁有面要留领钱？无咯，头下咱都已经讲好啊，我一天吃一顿。我工课嘛有咧做啊，虽然我做较少，我原来有做啊。对吼，你嘛是有做吼。好啦，我就想你再去食啦。来，带钱摕，明仔开始莫来啊。王老头，我没迄个意思啦。实在啦，我看阮查某囝真需要这份工课，你莫赶我走好不好？歹势啦，阮这间小金庙请袂起这尊大神。你钱就紧提去，紧走！拜托你啦，我真正是需要这份工课，你莫赶我走啦。这钱你是我的，我嘛好，我袂使留在做酒钱。无啦，我袂啦。讲查甫囡仔脚老乌哦，是黄金啦！我看你哦，脚老乌下脚还有狗屎，你这个没有用的脚，哼！哎呀！哎呀，你看，
阿爹有钱啊，阿爹有赚着钱啊，等下食一顿好食的，等下去做白头鸭，我爱我。吃饭吼，啊，啊，吃饭啊！哎呀，哦，哎，我一个犯人阿姊啊，你现主是大心大命，你若唔吃哦，迄营养未出是着你枵死哦。害死人，就是爱赔命，我早死。万来死，那嘛同款啊！无相啊咯，你若无招，你就全咧死去哦！你害我死人变到最查某人，你知无？你咧讲啥？无啥无啥，反正你也唔捌啦。啊，总讲一句吼，我拜托你，管招人，你若招人哦，我就替你转去落我讲啦，我拜托你吼，吼。金宝阿姊。金宝阿姊，我求你好嘛，我嘛拜托你，我拜托你替我求钱，给我困难几个月啊！我可怜的囡仔，若是出事了，我做面我，我绝对是死万万计。伊呢？奈阿尼啦，本来是我求你的呢，现如今要逼你求我。我求你救我的囡仔。来叫你拜托来带囡仔，只有你。来啦，走！甲朱明我，带去朱罗街啊，等候审判。是。我无什么事。大人啊，嘿，拜托嘞，现主持三更半暝嘞，你要审什么案啊？要审鬼个喂？无不对，我就是要审鬼。你若是不相信，你就带我来看卖咧。杨天明为何会倒？林阿美到底是安怎无命的？甲杨天明即卖人伫倒位？你快快将事招来！大人，这代志跟我翁婿无关的，药啊是我包的，人是我下的，剩我那个枕头，都枕我好了。大胆刁民，你声声句句暗含实情，你以为讲？你唔肯将事招来，本官就无你的话。哼，我若唔讲，本官就予死人开除，予你心服口服。嗨，嗨，嗨！
第一笔金英雄，无风鬼车听我命，速开王氏神门关，调出阴魂到灵清，嗨嗨！你无听王氏啥？甲讲，是叶永寿改装，嗨！第一笔金英雄，西天炎龙听我命。速调出魂到凡间，嗨！马步爹用路点，奇怪，死掉以后，伊的魂魄无去到地府，还是去到倒位呢？嗨嗨嗨！有请七两命。五方鬼车听我命，上天下界有分歧，速调诸魂到灵境，嗨！嘿！敢会自投罗网？我袂叫你去，我袂坐驾。要唔过，搁再拖落去，阿姨也会死。啊，若入去，我会死；啊，无入去，阿姨会死。这是变怎？呀，不是阿爹唔救你，是阿爹无法度救你。一切都看你自己的造化。血不当红，爱温血炖药，才当去小姐心情。哦，是。知影吼。是啥物人？是你，玉红。贪生怕死的杨天明，放囝要逃生；赵昆山敢会放伊死？包铁星的天地兵，阴阳两界拢钓袂到春水嫂的魂魄。朱明华敢会当躲过死掉？四鸟的皮生独断了杨天明一家的性命，是安怎杨天明要杀妻害子报复？阿喜也是安怎要放火烧死亲生老母？新祖经的妈祖是要安怎救明月因母仔囝？小物古早款，古台湾传承台湾，庙口文化不可断。今嘛小物爱流传，今仔日小物要写啥？阿祖来讲予你听。张炳煌老师教咱写，今嘛小物邓世行，好参悲不如喝猪悲。各位师长兼话贴的好朋友，咱今仔日这句俗语是讲“好田地不如好主地”，这句话真有意思。
所以讲吼，咱财产吼，也是剩较济，也不如咱有出一个好子弟。也就是讲，咱若出一个好子孙，啊，较好哩安尼财产一直剩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讲，咱不管咱财产剩偌济，卡孙恁若出到一个了尾啊囝，啊最后吼，甲你卖了了，开了了，啊你剩偌济哦，这拢等于零。即马咱也会当讲吼，安尼加用一点仔心教育咱的子孙啊，互咱的子弟出去吼，互人感觉娱乐讲啊，这某某人哦，这第二代做得很好，而且吼啊，人这爸母吼，甲教育甲真好，卖伫个社会安制造一挂社会问题，那安尼咱做爸母的这世人，就是讲嗯。你真有人格啊吼！咱无妄望什么嘛吼，一世人食偌济，剩偌济，这是基础。咱上届妄望的，就是讲咱的事实吼，将来出社会会当甲人比拼，啊会当足有成就。那么这个就是咱全部的财产吼。今仔日这句俗语吼，就是讲勉励咱做做爸母的吼，咱对囡仔应该加用一点仔心，和咱的家里事实。将来会当出社会，甲人有比拼啦。也奉劝咱做做事事吼，爸母吼，开始千辛万苦，为着是啥物？为着是咱将来吼，为着是咱将来会当出去，予人感觉讲啊，咱足有成就的。只要你若是好，爸母无啥物要求，就是希望你好吼。啊，今仔日阿祖伫个遮即句俗语吼，相当要感谢是咱张炳煌大师为咱示范吼，相当个感谢。今仔日节目最后，咱爱感谢即一集个赞助单位。首先要感谢的当然是咱鹿港林进村服务处，感谢吼，咱做助理人员吼，咱做办事人员，伫个拍戏中间吼，这个戏拍得特别精致，互恁大家真麻烦吼，实在足感谢，亲像小玉啦吼、进旭啦吼，啊，搁有咱这个服务处所有做同仁，非常的感谢，也要感谢是咱乐鼎文教基金会，咱的这个陈秀卿女士吼，这是林夫人呐、啊，好人不但是贤淑做贼，而且伊那因妈做观音好传神哦。这一次吼、啊，啊临时临了，互你足帮忙的啊，林太太非常的感谢吼、啊，也要感谢咱鹿港天后宫管理委员会所有委员吼，首、啊、该感谢是咱的主任委员赵黄辉，也搁要感谢是咱副主任委员是。邓厚根，一个有是咱的委员啊，吴立夏。鹿港吼有两间妈祖庙，一间是咱大家常常去拜的这个天后宫吼。也毋过鹿港为什么有两间天后宫吼？阿祖今仔日啊才问一个清楚，因为一间是以前清朝时代迄、那个官方在咧拜，就是讲官庙啦吼。这也是咱台湾第一间受清朝皇帝册封的官庙新祖宫吼，这是有两百几年的历史。今仔日咱就伫个天后宫吼来拍这个新祖宫妈祖神迹伊的灵验故事吼，也真正感谢咱的诸位吼，这是咱的。文秋吼，真正感谢，还阁有是咱的委员吼，这是咱妈祖会的这个黄秀美吼，即摆帮忙的人实在是真侪，咱分级来感谢各位师长兼外贴的好朋友。咱台湾既然是博感情，伫咧甲你做节目的哦，尤其是啊，这个鹿港的单元，阮拍甲非常的精致哦。师长兼外贴的好朋友绝对唔通哦，去予人就无看，安尼你会感觉足可惜哦。假使你若是有俗语，也是有这个故事要甲阿祖讲，咱会用敲电话来哦。咱若要敲电话来电话。在这这个电话是2546-6760。假使你若想讲要写批，咱袂用个家己寄台北邮政8166-9号信箱。各位师长兼外贴的好朋友，今天阿祖漂亮吗？应该不错。今天在哪里打扮的呢？哎呦，好久没有回来了。这个是嘉义新天地，
为我打扮了。哎呦，这个新天地把我搬出来，害我欠欠啊找无所在。非常感谢我们新天地的老板娘淑金，为我准备这么漂亮的这个棚，为让我来这边露营。也谢谢有缘为我打扮，谢谢我们的江舍为我造景。是这样，今晚特别和朋友，下个礼拜台湾旗啊非常好看哦，阿珠等着你，我们下个礼拜再见。